我叫梁启威，冬眠。Edison 邱日恒，克里斯 Elder 找蛋，杨泉里的路，我进来。居然换照片，对呀，好看的。开心。晚安。阿比闪闪 Virgo 南拳林乐，中跟小泡泡，泡泡。北极熊的书，北极熊的书是谁相遇？信鸿卡丘，停看，停看听，卡丘给个是晚安。谢谢，还让买妈有的鲜血太美了，开心。北王妹子那个啊，叫什么卡加卡，喝浓啊！你苹果都直接啃了，对啊。嗯，还没买，赶快预购了。朱萧、小薇、小迪、出没、姑姑、南宫，嗨嗨，なんでこの時間になったん？え、今日この時間じゃなかったっけ？今日この時間じゃなかったっけ？这次的麻友太性感了。嗯。指定了七七，然后你还没有指定藤井麻友，你这样欠揍呢！いつも向こう、あ、そうなの。昨日の夜は、あ、番組の収録があったのですね。志祥、天天、Joker。滚滚。这位谢谢，超级喜欢看你婚纱穿婚纱，看很漂亮，开心。然后 Cookie 我就不理你了，安安安安的 new 牛牛 ，Hello， 哎，你是不是在养马尔其斯？可可爱，有罗西姑，李小薇，小亮，风凉，哎，交吧，可以嫁了。Campson， 我的钱只能买一包，只能买买。阿比，这个也太荣幸了吧！这次很开心耶，超开心的，谢谢阿比。小野罗剧，欧比王思涵，海里美狗，蛮有婚纱，真有料哎，想不到吧？山什么山人？哎，山人。嗯，奥比丸，谢谢飞哥 ，Hello， 小猪猪。欧尼，欧尼是什么？欧尼是什么？谢谢奥比丸的新饼干，嗨，山尼。欧巴。我看起来是欧巴吗？想想，谢谢你的巨蟹宝宝。马友油料不是秘密吧？难得穿那么露的，我才不会，就是很常穿那种哦。
我又不是便宜的啊，偶尔偶尔，好吧，偶尔。是欧莫尼，欧莫尼啊，欧莫尼。欧尼，欧莫尼。等一下，乌鱼。中国女生很对。吃苹果的你也很可爱。嗯，这是纽西兰的苹果，好吃。チーズを言ってるだけです。チーズ、もうそんなこと言ったらプレゼントください。そんなこと言うならプレゼントください。あ、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いいからプレゼントください。阿丹、雨南、代代、要跟小迪谁最辣？婚纱根本不是在比辣的好不好？晚餐只有苹果吗？对啊。也是也真的有，何でも嬉しい。ありがとう巨蟹宝宝。我的脸很红吗？是不是因为特效？那我换特效。嗯，看你这个，宝宝这个不红了吧？不红了。卡丘风扇那一件大家都很美。对啊，现在在讲什么？大家在讲说风沙的风沙我有料，自己讲很奇怪。什么 LBJ， 多多 William 风沙，不是粉丝为卫星 Mario 有劲验到我，所以要买买的声线，谢谢阿姨。但我不知道姐姐会选哪怎样的照片哦。到时候不要跟我说什么骗人什么的，不要怪我，我又不是在选那个升学照片的，不是我。我当然有跟姐姐说，我可以呀，我完全不介意。的确有料。晚上好。我不是有料，我就是胖，我很胖，我是一个棉花糖系女友，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棉花糖系，我就是我没在怕的啊，对啊，我就是一个棉花糖系女生，对啊。台湾币，早安，很胖，对啊，我是肉肉的，我肉肉的。你很瘦又漂亮又美丽，没有，我这样是白白胖胖嫩嫩的，很好抱的那种。我是棉花糖妈哟，我觉得你现在吃苹果的样子好像白雪公主，可能粉丝抱不动。没错，上次那一集同学来了，那个用吹风机那件衣服是谁的？听说，我跟你讲那个衣服真的很丑。他说啊，因为制作单位的哥哥就说。今天我为你准备一个很臭的衣服，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煮的吗？他直接把衣服放在臭臭锅里面煮一煮，傻眼呢，哪有办法吹得掉？因为原本的衣服带错了，哪会有人把那个衣服放在那个臭臭锅里面煮一煮？难怪你吹完文的时候的表情还是很重，所以真的有穿，没穿了，没有穿，只是把那件衣服放在臭臭锅里面煮一煮，然后晒干，然后就给我这样子。臭衣服我以为是你自己带去，没有啊。昨天也是录得很开心，因为有吃的，有吃的就会开心，满满的吃的。
俊 ，Hello， 这是啾啾。子季梦，你好，暴雷。好像可以讲吧，就是还蛮多人有泼上去啦，很多固定班底啊什么啊都有泼。不要泼录影内容就好，可以说昨天是录怎么样的，嗯。嗨，大家午安，晚安。我的晚餐快吃完了。啊，有哦，我给你们看。等我一下，午安，晚安。放在我的化妆包，超可爱。今天吃地瓜了吗？还没，我今天没吃。那个超可爱，然后你看这个，它是仔细看，大阪同学来了 ，TTP 藤井麻友，配上嘟嘴，应该更可爱吧。是可爱的吗？好像蛮欠揍的。你看这个，这里有 TTP， 有看到吗？很可爱的同学来，可以预购吗？你可以密他，你可以密看看呢。你说你想要预购藤井麻友的，你这样可以问问看，可不好像就可以哦，才80块而已，要不要买？要不要买？直接帮他帮大家团购，要吗？要吗？我可以帮忙问问看呐、啊。80块，我也要买，还不错吧？这个真的很可爱，确实是可爱的。我可以帮大家问问看鸟飞哥啊，鸟飞哥是我们那个同学来的制作，哎、欸，是道具哥哥。我要买，真的吗？我可以帮大家问问看他有加运费吗？啊，对哈，啊，可以啊，我记得他好像有说 seven 或者是直接零后或者是怎么样，我记得是这样，应该是有啦，我不知道有加运费的话我就不知道了，我就再问问看吧。确定要买吗？我真的可以帮大家问问看呐、啊，有吗？有的，首度学枪没有，没有这个服务。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的话，真的可以帮大家问问，因为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很多很多艺人都有拿，耶，开心，有吗？有什么？嗨，小五，张妹酱和教会干嘛有你？今天喝手长红茶无糖，都无糖尾冰。志华最喜欢喝手长红茶了。名牌耶，对呀、啊。听说第六张单曲有卖有张单人 center 特地直播问夏尼公司。嗯，什么特地直播间？哦，什么意思？哦，啊，宏伟，我懂你意思了。你听到了，我担任 C 位这个消息，然后你特地来看我的直播，跟我说恭喜吗？是这样子吗？谢谢宏伟，手残，不是手残，手成。
守城。赵可儿，妈有晚安，妈的中文好厉害，正是守城。谢谢恒伟，小翔。诶，现在大家注意，你个多种跟你上守城红茶，不是，是成熟的熟，是三声还是二声，我也不知道，我猜是成，因为成不是二声吗？成长，成长。不是二声吗？所以是守城，城，我猜是守城，不是三声吗？守不是三声，成熟的守是三声吗？两个三声前面的都变啊，所以成长的成也是三声，是不是？三哎、欸、是二声哦，好吧，谢谢小的告白气球，晚安，谢谢小五。Marcus， 星儿，谢谢谢茶，是二声哦，所以是熟成，哎，是熟成欧蕾，熟成红茶不是熟成吗？熟成 啊！我要疯掉了！我昨天在节目上有骂脏话，请期待。谢谢心儿呢，什么关灯？谢谢你，都二声了，所以是熟成，是熟成红茶，是熟成红茶，所以是2222，熟成红茶，谁乱叫麻油脏话？居然吗？麻油学坏了，笑死！我真的超好笑，是台语的脏话吗？是台语的脏话，这个是已经写好的，好不好？这是我拿到脚本的时候吓到，就想说，嘿，怎么会有这一段？然后呢，谢谢阿凯的什么巨蟹宝宝，谢谢翔翔的会员票，然后呢，就是我就是确认一下，我经纪人说。请问一下，这第一段的这个脏话是我真的可以讲的吗？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个外国小贝，那个美国的小贝，小贝就是小贝就问说：“嘿，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就说：“就是小贝要问我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讲真话也是没关系嘛，就是。我不是突然间骂脏话啦，是说对迷酱小贝，就说准备你本来就会的脏话脚本给我，然后呢就是什么什么是什么意思，然后就说哦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意思，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就是一个脏话，然后就说哦就是呢哈的意思。然后 Ken 哥就说：“麻油，你不是来自大阪吧？你应该是来自三重吧？你是不是真的学坏了？”真的，我但是呢，就是大家听到那个脏话，也不要担心，因为我已经跟经纪人确认过，我就确认说我真的可以讲吗？然后他就说可以，我就说好，那我就讲咯，然后我就讲了，反正你以前也是在这放心掉，那是只有一个字嘛，这一次是两个字了，对。节目效果现场再骂骂看，没事，节目效果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是什么北的吗？没有，不是北的，现在说来看看，不行啊，不能，这个不能爆料，爆雷，就是到时候首播的时候再，首播的时候再期待一下。放手阿拉瓦斯的，有点是说，没事，其他成员也骂过脏话，想听。我知道 Limi 都是很凶狠的，我记得刚开始看你直播就是被脏话吸引住，哪有什么意思？小翔 ，Hello。Hello， 就是很好玩呐、啊。然后就是最近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同学来了会发给我嘛。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我经纪公司那边是不行的，比如说我要聊男生呐、啊，或者是我要聊什么，可能就是比较敏感话题的，可能政治啊或者是什么比较敏感的话题的话，就是公司会帮我挡。
然后所以呢我比较会去那种日本人角色的主题，但是昨天居然不是日本人的主题，我是觉得还是很开心哦，居然不是日本的主题还是会发我的感觉，就是很开心。然后这个也是因为有大家，外交不能聊政治可惜。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聊那些外交的事情，但是因为毕竟我念的是外交系，对，其实很喜欢讲那个国际的什么东西之类的，但是现在的角就是现在这个身份就是不太难聊，因为妈是日本人，呜呜哈烂客节目单位知道妈要是吃后，没错，是啊是啊，昨天也是那个，昨天也是吃的，好开心哦。政治不可以骂脏话 OK， 的确是不太适合公开聊。对啊，烂客谢谢青青。まあ僕でも国際情勢を話せるし、リンリンも話せるんだけどね。え、どういうこと？坐到飞，坐到飞呀！哎，怎么？哎，立冬被阿尼巴连你一下，哎，对，那个太好笑了，怎么办？哎，我看了首播之后就觉得，天哪，我的笑声也太大声了吧，我笑的也太开心了吧？难道我立冬哥被打是很开心的事情？不是，是真的太好笑，真的是县长太好笑了，所以就是我笑的真的太大声，立冬哥被安妮打了，我就啪，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我就在那边哈哈哈哈。我的老天哪，真的是好不礼貌哎！那你要帮我打，超级不礼貌，真的。妈呀，看我暗爽，不是？嗨，小小，嗨，长安，嗨，大师，嗨，蓝小阿俊，小慧，谢谢建国的亲亲。你有喝到撒金奴调的那个饮料没有？哎，你说那个卡尔比斯哈？没有没有，哎，有吗？我好像没有，啊，超好笑，真的是很好笑。孟汉阿提，哎，对我最近觉得啊，因为就是我看留言嘛，然后就是我有看到一些留言是马友的，哎，马友笑的有点疗愈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我记得不是 TP 粉，就是马友笑的很疗愈，哎，忘记了，就是有一种就是，马友笑了，笑得很真，所以我也跟着笑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我想说，就是因为我在演艺圈长相也是很一般般，就是身材也一般般，然后讲话也是普普通通，算是比较不会讲话的那一类，然后。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比别人强的优势，但是我是觉得我可以笑得比别人大声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唯一一个强势是就是我可以比别人笑得更大声，然后就是我希望我就是真的笑的时候就可以有那种感染力，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看着我笑就是一起笑的那种感觉，因为我都觉得我笑得真的好大声哦爆笑那段看了三遍，看到你的笑容很满足吧，听到撒金奴就会想到那是什么，想到站什么，那是什么，不，身材不一般啊，你怎么会算一般般呢？是算一般啊，你看看演艺圈有多漂亮，身材暴极好的人，你太谦虚了吧，我哇啦卡了，对，没错，大笑卡了，建立新的人设，总不能哭吧？可是我上次是就是录影笑到快哭出来的那种，撒抜き，哦，撒抜きうどんの撒抜きね，每次镜头 take 过去都看到你笑得很开心，
醉。就像演艺圈有再漂亮的，我也只看你们团啊。嗯，是吗？开心。对啊，就是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比别人比较强的地方，就是我可以笑得很大声，而且我又不是假装笑，是认真觉得超好笑。嗯，就像演艺圈有的爱，我刚刚看到了，找到自己的特色，就是一个在笑的人。讲话还好，长相还好，但是可以笑，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你要开始降低自己的笑点了吗？我其实笑点蛮算低的吧，不会吗？新北市听到你的笑声了。小五，新的月你们三年，是说制作那个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很搞笑。Zurek， 星儿，嗨，蓝调人，爸爸爸，我在新竹都太远了吧，没听到，好吧，我努力练笑声的部分。Hello， 那个叔。好好笑。哎 ，Junkie Corner， 谢谢小鸡蹦蹦啊！乌鱼说什么？笑起来很大声又可爱，不切。我不可爱啊，我只是笑得很大声而已。哈哈，这个谢谢你的烂的心，早安米耶普。那我觉得笑是一个好事啊，对吧？先谢谢小鸡蹦蹦，谢谢。谢谢众盈爱的小熊，面带笑容的人最好看了。对，笑容会，哎，那么大声又可爱的只有马友了吧？哈，这么会讲话。对烂中小恶魔思云小翔，对呀、啊，但是我最近又觉得我是不是太乐观了？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你们觉得我这样子就是从玩笑，你觉得我的手机又在压低一点吗？这样子吗？还是这样子？这样子就是感觉很怪怪的，这样子好了。那这样子看不到我的麻油牌，算了，就这样。今天就这样，很好啊，乐观很好啊，真的啊，会笑的女生最可爱。哦，真的是，我也觉得我应该要笑得比较有气质一点，结果我做不到了。那一边笑一边叫我滚的人也自由没有，不对，其实很多人。谢谢哈西桑公帮我看你就好了，不用看名牌了。所以大家要吗？还是不要？真的很可爱啊，真的很可爱，是真的很可爱。大家一起拿吗？一起带吗？这个。而且牛飞哥做的那个很有质感。我要。遅くなりましたが、握手会ありがとう。ハセさんありがとう。握手会やっと会えたね。Optimism is good。对啊，但是我是 too optimism。你知道吗 ？Optimistic， 我是 too optimistic。嗯，戳心儿，妈呀，在学生来的同学来了，真的特别可爱，太气质可能就没镜头了吧？笑得很可爱呀，谢谢爱存在，小翔，啪啪啪。巴拉巴，那光比较不会生病啊。对啊，我也觉得，我真的是不太容易，就是得那种精神病，就是我真的。これも遅くなりましたが、NHK ラジオ楽しかった。ありがとう、先生、嬉しいです。ね、やっとね、そう、あんまり緊張せずに話せ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やっとだ、やっとだ。小翔、谢谢看好你哟。高低高低，身体好是好事。嘿呀，樱桃猫，
我今天的物产特别大，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没水肿吧。不觉得今天的物产特别大吗？还有一桌麻友要撑住。啊，撑住什么？你说合照会吗？看你直播也不会有精神病。看直播得精神病其实蛮难的耶，很难耶。合照会，我笑了，我现在人在警察局，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意思？合照会要到了，千万要顾好自己的身体。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我身体是非常好的。阿俊，谢谢你的 kiss 啾啾。奶奶，我最近有个困扰，就是呢，我在坐椅子的时候，我的肩膀会很酸，我没有找到一个适合开直播的姿势，还是我就这样子，但是我这样子又有一种就是心机很重的女生，这样子，这样子 ，OK， 这样子如何？啊，这样子还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啊。只好躺着播了，可以吗？可以躺着播吗？我怕被骂哎、欸，那怎么办？我真的是脖子很酸呢、欸，怎么办啊？啊，哪有本来就心机怎样？嘿，怎样？哎、欸，我听了那个粉丝做的，哎、欸，你们有听懂吗？是谁？是谁 cover 的一首歌？台语、英文、日文跟中文版本的 ，Hey what？ 嘿、hey, ，怎样？什么？博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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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怎样？嘚嘚嘚嘚嘚嘚 ！Hey 怎样？博啦博啦博啦！那是谁做的？我看了，我听了大概十次吧，真是好好玩呢、欸，我觉得很棒哎、欸。很棒哎、欸，超棒的！你不知道，真的吗？是一个，是真的假的？是一个粉丝唱的呀。然后他有 tag 我，所以我有去听。然后后来我也给就是其他成员听了。你不知道啊？真的啊？是粉丝啊？是一个粉丝，没听过耶！真的啊？真的有可能呢，最近台中有一个才因为笑被打，真的假的？睡播也是可以，不要睡觉就好。手机架能调高吗？调高就会有那个肩膀酸痛，会不会练习也有影响？应该会有吧。你笑哦，调高吗？高，那这样可以吗？这样子直播好不好？看着我的包包头跟头顶，这样好吗？大家，这样我的脖子也蛮酸的，这样我的脖子真的也蛮酸的，这样，哦，好像有这样有好一点，但是我这样子看起来我的脸很长哎、欸，对啊，因为我的头看起来很长，所以我的脸也是看起来很长。不应该这样子，反正有名牌，这样有我变190，好爽哦！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男朋友视角的感觉。谢谢布丹的眼睛什么什么礼物，好啦，就安妮啦。嘿，怎样？不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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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笑，Come on and do it all night， 波西小翔 Licky Marcus， 这样不觉得男朋友视角吗？但是我没那么高，我也才163而已啊。不知道哎、欸，为什么我的肩膀这么酸呢？哦，哦，咔咔了，有听到吗？我的咔咔声。台语的话应该是“嘿，安娜，博拉博拉”。哦，对耶，最近培训是不是太劳累了？哦，当然啦，很累啊。哦，我找到了这个姿势，诶，但是我看起来好奇怪。怎么办？我的肩膀好酸哦！
怎么办？要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肩膀真的很酸。先讲一下，先讲中。啊，要帮你按摩吗？不用，这只是久了，怕明天起床闹着。不行，闹着明天很重要，明天要那个我们的练习要拍影片，很重要的影片。我们要拍影片，然后就是要确认最终版本这样子。但这现在也在训练拍影片哦，不是啦，我是说培训的时候要拍影片，所以很重要，不能就是不能闹着，影响到我们拍影练习的幕后花絮。幕后花絮没吃多有，对啊，明天应该要我拍整首歌的那个感觉。声帯って台湾にもあるのかな？あるらしい。でも本当におすすめしてほしいです。あと小顔矯正とかあったらそれも教えてほしい。よいしょ。ふっ。いてててて。全然めっちゃ肩が痛いのマジで。ライブ配信のねこの角度が分からない。前は在打球、不是在放松。我先。不过现在也有这个几个成员确诊，这样培训还训练。我没有快筛，快筛阴性才有办法去培训。所以之后也会有啊，有啊，什么教室跳舞的影片吗？啊，我听说是会有那个，我们练习过程的花絮影片，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次的舞蹈非常激烈，是一个对我们来说的挑战，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的，每一次的培训都有姐姐们帮我们侧拍，然后就是这些影片之后会当花絮给大家看，说我们一开始跳的怎么样啊，然后经过怎样的培训才有办法发行这个单曲呢之类的。听说有这样，就是有故事的花絮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是很希望就是我是觉得发行之前就可以发这种花絮，不要等到发行比较好。那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最近很忙，所以工作人员是比我们更忙，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剪出来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给大家看这些花絮。嗯，对，但是可以期待，就是我觉得这样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的吧，就是之前发行单曲之前好像也没有这样子，就是一直跟着我们每一次的培训，然后就有这么多的花絮影片，所以我觉得这张单曲有很多新的调整。嗯，不觉得吗？我觉得这张单曲有很多新的调整，对工作人员也是，对我们也是。当前的预告片还不错啊。对啊，就是对啊，从零酸痛到全身酸痛，一点一滴的累积的花絮，对对对对，没有错。希望我们片场至少有一个哦，我觉得，因为我每一次培训都有至少有两个小时以上嘛，然后姐姐们也是从头到尾都帮我们就是测拍，所以其实应该也有总共，而且我们培训之后也是会有一些访问，也不是每一个成员都有访问，就是可能哦，今天礼拜五是可能我访问，那个天练习的时候其他成员访问，这不是每一次都会有每一个成员访问，但是每一次培训都有一些人是有就是回答说，哎，今天培训做了什么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有没有什么进步啊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次的花絮，我希望是我希望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花絮，是有一种有故事的那种。嗯，对对对对对，我也不知道这个花絮会变成一个一整集，然后就是做的好像有故事，还是就是拍成什么很多集，然后就是这一次是什么五月的时候，然后这只是六月的时候，这只是 MV 拍摄前一天的时候之类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剪，但是就是我很肯定的是会有这样的花絮影片。嗯，太可惜了，但之后还是可以剪辑在一起吧。嗯，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剪成一个小时，还是剪成十分钟，然后拍成就是剪成六集之类的，我这些都仔细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对，
在电影院放映或是 Netflix 切换。我觉得这样真的蛮有故事，最后变 documentary series。 我觉得对啦，就是真的蛮累的其实，所以真的有那种故事的感觉，做成纪录片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种成长日记的感觉吧。有人练到哭吗？我心里里面是有在哭我没有哭出来，因为我的身体里面的水都不干了被吹干。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流很多很多汗，所以呢就是其实我身体里面没有水分了，所以我没办法哭出来，因为我的汗水全部都散发出去了，没有泪水。但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就是流汗的话，我可能真的是边悲去边哭，说我真的不想再练了开玩笑的啦，就是我在练习的时候还是蛮开心的。对啊，开玩笑的啦，而且公司也不会逼我们练到那个程度啦，真的。对偷水不能渴，没有错。有纪录片的话很期待耶，纪录片拍得好，很好圈粉。对，我也觉得，就是真的很累，真的很累。Kicks 谢谢好友上，你知道吗？每次我都很想偷懒，超级想偷懒，但是因为我在第一排嘛，所以我真的是没办法偷懒，想偷懒也没办法偷懒，所以我就说啊、哦，没关系，没关系，有在拍摄，有可能粉丝们会看到我的偷懒的样子，不可以这样，所以我继续该喝掉，加油麻油，这样子就是我只能想着你们努力，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其实可以偷懒，你知道吗？因为我会觉得，哎，反正你们看不到，你知道吗？但是我现在的心态是有一种有在记录，而且我第一次担任了这么就是重要的位置，所以我就有一种啊、哦，我要为了粉，就是为了自己也是，但是我大部分都是就是哦，为了麻油饭，为了给麻油饭看，有进步的我，然后就可以加油。所以呢，你们是我最大的动力，对，你们是 you're my motivation， 对，对，偷懒的部分会剪掉了，没有流汗就继续跳，抱歉，都是我们让你太强迫自己的，是没有错。那你对自己最近练舞的表现还满意吗？我是觉得练舞还好，就是我自己也是体力越来越不错了，我跳完四分钟，就是之前是真的是喘到真的不行，就是跳完四分钟我的手会麻掉。谢谢 KX 的告白气球，感动，真的是动力耶，真的是动力耶。对呀、啊，真的是动力，为了吃到麻油饭你我先不看你偷懒一下哦，真的吗？那我下次培训偷来一下没有啦，我说什么我刚刚说什么啊，对，就是四分钟一开始的时候跳到间奏那边就会觉得哦天哪，我的手真的没力了啊的那个，真的是这样。然后现在是因为我们跳一次跳就会跳连续三次嘛，四分钟跳连续三次，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当然会觉得死掉了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第一次跳完之后就觉得哎好像还可以哦的那一种。然后哎什么手麻四分钟听起来有点严重，对啊，真的很严重啊，体力的升级，对啊。然后我最近有在练习表情的部分，因为我的表情好可怕，你知道吗？超多阿电来武器你，这是日本版本。然后就是我在唱歌的时候，我有试着去做一些表情，或者是一些怎么讲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就是后面很累的时候就没表情，或者是那个眼神很可怕，然后就会被自己吓死，因为就觉得哦，我以为我是在笑着唱，结果我没有，就是我的眼睛没有在笑，嘴巴是这样子，但是我的眼睛是这样，我的眼睛快死掉，你知道吗？所以我最近是练习的时候比较注意的是表情的部分，因为我体力的部分我已经练了很久，好一段时间了，从一月底开始练了自己的体力哦，不管是新单曲，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发表新单曲，但是我一月就开始练体力了，所以我练的体力大概也半年，就是体力变好了，但是我表情的部分
还要继续加油。但是呢，眼神是没有错，累的时候怎么样？累的时候表情还能维持，对啊，示范一下。電車の中からカ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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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ちゃんですね。用生命在保持微笑。没错，我想之后等几张发行单曲前，会不会先给个歌曲30秒前笑？哦，这个也不知道耶。我们其实很多时间都有保留，比如说什么七月几号啊，六月几号啊，就有六单的一些行程呢之类的。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些行程会是怎么样的，可能是真的是。就有培训或是什么，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就是可能是平面拍摄啊，可能是，还有什么 MV 会有 MV 啊，或是什么，还有什么，就是可能粉丝怎么样之类的，我就不知道，我现在是在乱讲话，但留了很多时间，但是我们是不知道，可能前一个礼拜才会知道，原来那个是什么东西之类的。保留了但还不知道那个是行程。哦，对对对，因为我们工作人员是很怕我们爆雷，所以就是通常都是先保留时间，然后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前就会告诉我们说，那个行程是要拍什么东西哦之类的。对，现在可能是一片空白吧。你说一片空白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保留很多时间，但是我是不知道会有什么。对，30秒随便拉，可一个1秒1秒来一个副歌直拍吗？我觉得一定会有直拍吧，会吧，我觉得会呀，因为这么多人一定要拍一个人一个人的直拍了，这样子才有办法知道，这个人其实蛮会跳，这个人很有风格，这个人就甜甜甜甜的之类的。我觉得一定要拍那种1秒1秒 T-shirt 那种，我觉得那个很好，非常好。保密对象名单去买什么意思啊？这次天乐老师翻译的歌词很难吗？歌词很难吗？对我来说，每一个单歌词都很难。抱歉抱歉，天乐老师，就是不管是什么歌词，我都觉得很难啦。就一秒一秒约好啊，然后什么公演的歌词啊，都很难呐。对我来说，中文歌就是不会很简单啦。那可以保留一天给我吗？我带你去哪用去。好 Q 哦，好 Q 哦，九蛋，我也谢谢 Kiki 做你的吗？但我也只会看马友跳的部分呀，是吗？你咕哩咕哩，是吗？是吗？真的吗？你发誓吗 ？Look， hello， 不然一起跳很难各自被看到。但是呢，我最近发现，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都会拍影片嘛，然后自己回家就是。检讨自己这样子，然后呢，我发现其实我们选拔很多人，18个人嘛，但是其实都看得到，就算第三排的人或是第二排的人边边的人都看得到，我就有点吓到，我就想说，那这么多人会不会第三排的人就看不到？结果没有这回事，就是第三排的人也是看得到，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被其他的成员，就是可能就是被遮到，但是。通常就是大部分都有被看到，对啊，有一点意外，对啊，我以为我会很怕那种，我怕就是后面的人看不到，结果就都看得到，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点。福福妈，谢谢真情告白，玛雅晚安，悄悄晚安。这次大家都很容易被看到吗？我觉得是气势的问题，就是就像是在第三排，或是就像在边边。就是那个有气势在的话，其实不管站在哪里都有办法被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个跳舞的，怎么讲，就是很奇怪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国小的时候也有被老师说过啊，就算你站在第三，我是说我自己的故事哦，是说我之前。就是什么表演的时候，我站在第三排，而且我那时候是国小生，旁边的人都是大人，都长得好高，很大只。但是有一个老师就说，因为我是个小朋友嘛，但是他就说，就算马友在第三排，但是他跳舞很用力，所以就是很容易被看见。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跳舞的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那个站位跟那个看不看得见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就算在第一排，如果没有那个骑士在的话，骑士也不会被看见，就是不会被记住。对啊，马友在哪都能被看到，因为我是大只的，我很大只，所以比较容易被看到，很大只的成员挡住。我就是啊，马友，我要去上班了。好啊，想想上班加油。所以站在第一排的跳舞最强的吗？不一定，不一定，完全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为什么第一排会是跳舞最强的呢？没有啊，真的公演我都在看。马友真的吗？无语，谢谢。 Look， 马友在哪？那个位置就会在发光，很难不见。谢谢。或者你一边跳错也很容易被看见哦。对，跳错真的会被看见。嗯，我就让 Hello。 那谁是小只的？平衡啊，小晴啊，瑞婷啊，比较小只吧。第一排在最前面，通常都会放跳比较好的在。哦，这个我觉得也是不一定耶，我觉得也不一定耶。因为我们又不是舞蹈的团体，对不对？我们是偶像团体，所以不一定说跳舞最强的就在第一排，对吧？嗯，你也是算小子啊？真的吗？真的吗？我算小字的话，平衡会变成什么 ？Micro， 小心 ，Yomari。马友在哪？哦，看到了，阿伯啊。你在 TP 上矮的吧？哪有，我163耶，我163耶。哈比人是什么？杨茉莉，谢谢巨蟹宝宝。我握手会看到你，觉得你比我想的小只啊。真的吗？是啊，是啊。那你以为我多大只啊？ 笑死。平衡是 tiny 的。对啊，163算高了啦。163很高吗？跟我差不多啊。163对女生来说是算偏高吧。对啊，你有163？有啊，等等，你有163？有啊，有啊，我有163啊。或者会感觉你这个身高刚刚好，因为江江很高啊，江江很高。163那几公斤？我现在40，要告诉大家吗？想想呢，还是不要好了。但是我体重越来越轻，好想要告诉大家哦。体重越来越轻了，江江超大只，不是很大只，是很高。说出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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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减肥有效，减肥有效吗？但是我觉得我的脸是变，就是变尖了一点，不觉得吗？我之前是这样子，之前像大家好这样，但是我现在是，就是你看，我现在完全没有开什么特效哦，就是这么尖，对吧？就算尖吧，这个算尖吧，虽然这里还是有肉，但是这里没肉的话就很可怕。说出来我们会保密的，不要。听说嘟嘴下巴会变尖了，骗人，我才不相信嘞。真的有哎，你的眼睛变很大，因为脸很小啊，脸变小，有可能呢。我原本眼睛很大，但是脸变小了，眼睛看起来变大。可恶，来去找马友有没有跟平衡航航一起的照片比对一下，深度怀疑。为什么航航比我高吧？航航应该不止163啦，没那么夸张啦。这里的人 99% 都比你重，别怕。话说好教会你有没有推荐的 pose？ 虽然只能坐着，
都可以啊，到四十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我大概有马友的三倍。真的吗？很像哈，他必挡啊！我知道陈子内嘛，那什么陈子内是什么？以前的婴儿肥消掉了，这一段时间下来，牙齿才是最明显的改变吧？哦，对啊，韩寒165，我觉得韩寒是还比我高哎。你要瘦到四十太夸张，没有了。我瘦到四十的话，我真的只剩皮耶。我163四十公斤也太夸张了吧？163我觉得很瘦很瘦的人也是只能到45，我觉得啦，女生的话。有细碗的尖下巴角色，我觉得四十真的是太夸张了，嗯，就是有一点阴阳不良的感觉。那马友理想体重是最哦，我觉得理想体重跟理想的体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对我自己的体重完全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觉得哎，我的体重不错啊，但是我是觉得我的体型就是可能我要减掉，就是比较。怎么讲，就是体型跟体重是没有关系的，对啊，所以马友45比基没有啦，我没那么轻，我45是真的是模特儿身材耶，没有没有，应该要比较看体质，对啊，体质跟肌肉。谢谢海月香，我发现我就是跳完入门之后，我的小腿的那个肌肉真的是长得非常快哦。所以你想要降低一点体脂咯，降低体脂以外呢，我也很想要就是消一点肌肉啦，因为我的大腿跟那个小腿肌真的是很明显长得比较大块，所以我想说我能不能减一点肌肉。你看起来就是模特儿身，哪有，我是比较就是那个棉花糖系女友，对，肌肉很难消，对，肌肉真的太难消了，肌肉超级难消哎，怎么办呢、啊？肌肉很难消，而且你知道吗？肌肉有分两种，就是呢，有一个是慢跑的那种肌肉，有一个是快跑的那种肌肉。比如说是慢跑的那种，就是皮拉提斯啊、瑜伽啊那种肌肉是会长得比较薄一点，就是它是薄的，比较小的那种。比较小块小块，然后比较薄的肌肉，但是快跑啊，或者是拳击啊，或是那些爆发力的那种肌肉是长得比较大块，你懂我意思吗？对对对，持肌跟速肌吗？我不知道是怎么讲，反正就是快速运动爆发力的那种无氧的运动跟就是有氧化有氧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肌肉，然后我们 Luma。当然不是有氧运动啊，那是比拳击还累的那种，就是爆发力非常重要，所以就是我们的肌肉应该是快速的肌肉，所以呢大家讲的肌肉都是大块的，你懂我意思吗？对啊，所以是我的问题，最近的问题，我的肌肉真的长得太大块了，好恐怖。马友有重训吗？重训的话没有，我在家里是就是做一些核心，然后深蹲，然后外面跑步这样子而已。对，义麦，谢谢你的亲亲，谢谢你的百事可乐，哈利桑，谢谢烂的心。慢跑的话比较对对对对对，谢谢哈利桑。マシュマロだけ、そうマシュマロ系です。马友想减掉的都其他店想要的。烧鸡对啊，所以你们都是追求爆发力类型的咯。应该是。对呀，因为我们毕竟不是 Loomer 这首歌，不是那种慢跑型的运动，我们是快速爆发力的那种，四分钟里面就是要全力跳完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不是，对，是就是真的要追求爆发力的。对，我帮你问问烧机会，烧机会是什么？十分钟以上就变有氧运动了，看来我也要跳舞练肌肉了吗？今日はゆっくりできなかった。了解です。六段后成员的腿腿变成对啊，健美选手那样。谢谢烟上一层的爆竹，有肌肉比较性感了，不用烧。但我认真觉得，我超想要给大家看我的腹肌哦。我以后的绰号要叫做腹肌马友，因为我的腹肌真的好好看哦。超想给大家看，
我在跳，我真的很希望六单的衣服制服是可以露我的腹肌的。没有，我没有六块肌，我是穿制腹肌，我是这样子的腹肌。然后呢，就是跳舞的时候能看见我的那穿制腹肌，哇，真的是帅爆，超级性感。我就真的很喜欢自己的肚子，但是我发现我的肋骨啊，就是我站起来，谢谢 Geek， 我的肋骨啊，好像有一点那个，听说我的肋骨是比较开的，所以就是我要这样子。就是我要锁住我的肋骨，对，那个好像要靠腹肌这样子。你自己的 cover 可以露一点出来啊，之前的 cover 就有看到了腹肌，对不对？对不对 ？cover 影片就有办法，你赶快去看 cover 影片了，也有看到我的腹肌了，真的好帅，好性感，真的是好性感。我真的是每次看到我自己的腹肌，真的很开心。とりあえず、最近ね、もうめっちゃ練習してるじゃん。私はあのマシュマロ系女子だけど、腹筋だけはすごくあの自信があって、で、そうなんですよ。だからね、6段のね、制服のね、お腹出しとかがいいなってね、勝手にね、思ってるの。カバー太暗了啦、请在腹肌打光。现在应该比カバー的时候练得更好看。三段あの穿あの変わっていう要多抱抱就可以改善来抱一下来啊抱一下主播好啊ウェル向きが違ったわあそうだよ向きが違う怎么锁住肋骨不知道怎么锁住腹肌有跟铁块一样硬吗其实真的蛮硬的但是我的腹肌又不是那种完全只有肌肉的那种很可怕的腹肌，我还是会有一点点肥肉在上面，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啦，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很瘦很瘦的身子啊，我自己哦，我自己是不是那么的，不会那么容易被一个非常瘦只剩骨头的身材吸引住，我不知道这个是个人的看法喜好，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种。微肉然后还是有肌肉的那种然后我自己喜欢的哦然后就是我现在的腹肌是有肌肉然后有一点肥肉在所以就是摸起来也是舒服然后看起来也是有肌肉线条的我就觉得我现在的腹肌是有一点对是就是很开心的那你川原麻友ありだねあありだね你就爱肌肉猛男啊肌肉猛男不可以有肥肉啊但是我是喜欢看女生我喜欢看女生的身材就是那种有一点肉肉的但是有肌肉线条的这样子对微肉怎么觉得在讲控肉饭哪有合照会玩的握手可以改成敲腹肌吗不行肥肉你就爱肌肉猛男有点肉感不错啊对有肌肉最性感了我也觉得然后呢就是雨晴教我一个练屁股就是练上身吗上臀部就是不是练屁股蛋就是练上面的屁股的练习的影片然后我最近有在做那个雨晴在做的对翘应该是说 上面的屁股不是说下面的屁股蛋那边的屁股你懂我意思吗反正就是在做跟雨晴做的啦一样的东西很累哦上臀对上臀往后抬腿吗往后抬腿哦也有对对对好多屁股对好多屁股就跟牛排要有火柴有花柴还是一样不愧是屁屁专家分得好细对啊我最近真的是蛮喜欢健自己的身体那我也不想要健就是健的瘦瘦的我喜欢肉肉的私はねあの肉肉しい方がね好きなの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あの筋肉しかないとか骨しかないっていうよりかは私が好きなその体型みたいなのはあのちょっと肉肉しくてでも筋肉もあってみたいな感じの
スタイルになりたいなって感じです。肉肉しいけど筋肉もあって、なんかあムチムチしてて柔らかそうみたいな何を言ってんだ。我知道你喜欢肉肉啊，我喜欢肉肉，喜欢肉肉的感觉，喜欢肉肉。对，我在日语应该还可以，很棒啊。Leonardo hello， 对，麦可爱，麦可爱要跟七七的合照才知道怎么成功如何了。嗯嗯。玉成湖，我懂我懂，我也喜欢。本当？タビさんはなんかめっちゃちっちゃくて小柄で細い子が好きそうって思ってたけど。はあ、天井先生がおばあちいちょ、肉肉にあなたのハートに肉肉に。え？我那喜欢的男生的身材也是肉肉的吗？啊，其实我真的是不太会去看男生的身材。虽然我喜欢肌肉猛男啦，但是我一定不会觉得啊，我一定要跟肌肉猛男在一起。你懂我意思吗？喜欢刚刚喜欢在一起，或是喜欢上是不一样。我不是萝莉控啊。そうなの？タピさんはそうだと思ってたよ。原来是肉肉，还以为是叫叫我。嗯，马雪在睡觉吗？嗯，马雪在看我。马雪昨天有在讲梦话，她是讲喵喵喵喵。然后我就问他说：“马雪你怎么了？”然后他在这里睡觉嘛，然后他就讲喵喵喵喵，然后我就说：“马雪你的手掌，喵，超可爱。”妈呀，会想要去看《健美必胜》？哎，我的那个朋友啊，大学的朋友。是健美比赛拿冠军呢，然后他还跟孟多前辈一起拍照，吓死我，很厉害耶！谢谢 GX 和你一起，太可爱了吧？对呀、啊，超可爱，冠军。他会梦游，他不会梦游，他是不是梦到此？有可能。我也谢谢 Kiss 啾啾，嗨陈德柱，北极熊。梦多最近很多梦想被啊，真的啊，我是没有看同学啊，同学是我的那个男生朋友，不是女生，但是男生，对，卧龙 ，hello， 也有女生的，就是健美的啦，但是他也没有去健美比赛，嗯，男生就是，卡雷比比，違うわ，違うわ，なんでそういう時にだけコメントしてくるの？コメントしたらプレゼントくれるんでしょ？じゃあプレゼントもください。我有女生朋友练得跟男生一样，没有考虑一下？不要不要，我不想要练得像男生一样。我喜欢肉肉的，我喜欢肉肉又有肌肉线条的。嗯。今電話終わったば、あ、彼女と電話しとったんやろ。谢谢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バージョン。姉ちゃんの花嫁の写真は綺麗です。ありがとう。安いやつでありがとう。それがね嬉しいんだよ。プレゼントっていうのが嬉しいんだよ。純喜って何これ？超いいじゃん。オッケー。あ、ちょっとまだ雨降っとるで。いい時間ロロカオパイに。对呀。嗨雷神，只好叫肉肉去健美。他应该也可以去了啦。他那么瘦，七七要生气了。七七不要误会了，我喜欢的。我雨香，小日红 ，Hello， 大妮。浩克，嗨。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如果我是萝莉控，就没有来看您直播，我什么意思？我也是十三岁的，十三岁哟，我还十三岁哟。可爱 ，Hi Drake， 因为他说不是萝莉控的话就没有来看你的直播，我感觉在嫌我太老，所以我就说哈，我是十三岁哦。谢谢鳄鱼的眼睛，那你怎么肯定那你的嗨点了呢？可以叫你不知道，我也谢谢你的礼物，好哦，十三，智商十三。哎呀，难过，他是我的智商只有十三，他比上，他比上个黑金尼狗慢点了哟。
十三八点要广播，哎、好啦，不闹了啦，頑張りは認める。ありがとう、トビさん。あ、面白い。ヘイジャク、ハロー。最近肩こりがひどいの、13歳なのに13歳なのに最近肩こりがひどいの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你十三三级生搞不好都比你大，十三那现在是违法直播吧？是哦，我不知道哎。あ、頑張りといえば NHK のニンニンの話は良かった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NHK のねラジオね知ってさせてもらってね、あなんか成長したなと思ったよ自分で。あんまり緊張しなくなったなって思ったんだよ。ね。ニンニク、そうだよニンニク。満十六歳なんずぽ、あ、すんのはめいちゃんはますます綺麗にな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あんしゃからかめいちゃんもガンガン通るあんべえちゃんじゅうよま、おもちちゃんかわいいの、かわいいよね、恭喜恭喜じいしちゃい、ありがとう。5年最小什么你十三我就变萝莉控了可以谢谢谢掌掌声鼓励，嗨安小卡拉卡啦，晚安，我见了 ，hello， 么么哒，么么哒又生气了，么么哒，妈妈讲，妈妈讲，妈妈，妈妈的小小，妈妈讲，好了，拜拜，我去，哇，被踢倒了。发现马来西亚的小孩很爱存在那个味觉，对啊，这样，他是想，他很喜欢摸我捏捏，酷酷猫给你赞 ，Hello， 比比安，麦快，嗨，阿玲，羡慕羡慕什么？这个大便袋，妈妈，跟大家说拜拜，拜拜。好啦，他先气了脸，好不可爱。你有腹肌踢不到我吧？丹麻说，面积大比较好扶吧。笑死！あれ？あれれれれ？已经7:21了，我以为还七点前而已，好快哦，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太棒了。诺基，你在干嘛？怎么了？没有啊，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晚上有还有事情吗？有啊，时间过得好快，我才刚来。俊生，你今天特别嗨啊？有吗？我最近都很嗨吧，每次都很嗨吧。只是我上次是上上次还是上上上次，是因为肌肉酸痛。对啊，然后有时候很想睡觉，就这样。只有这样，看你。马友有看花絮影片没有哎、欸？还没耶、欸。你这几次都很嗨啊！谢谢你的直播，我一直都很嗨吧？我以为我一直都很嗨、欸，只是有时候很想睡觉而已，对吧？我的直播算是，大部分是嗨的吧？最近比较嗨，真的吗？内容特别嗨。哦，对了，内容特别嗨。学生麻油、大针麻油、旗袍麻油都有了，但是什么？以前会睡着哦，对，就是以前可能比较早起啊什么的，就、哦、会这样子，啊、哦，想睡觉这样子。中年大叔 Q， 我觉得时间也有关系。看今天的留言多兴奋，嗨嗨，思豪，嗨，微积分大师，那你讲小さな可爱しか，哎，可愛いしかです，哎，那你那你，まゆちゃんは小さな可愛いしかです，あ、しか，ありがとう。花絮没有女仆麻友，麻友又去干姐姐说，吼，那说什么？没有啊，完全没有说什么，哎，花絮没有麻友的女仆装是不是？
但是我在我有跟姐姐们就是互动啊，互动说什么哎西姑那咧妹妹天之类的，姐姐们觉得哦这个形象不太适合藤井妈友，所以就剪掉了吧。我怎么可能会跟姐姐说请你帮我剪掉女仆装的妈友，怎么可能，有镜头有多好，那只好让妈友自己剪女仆花絮给我们看了。不要哎，没有女仆妈友只能按不喜欢了，不要这样。那可以重现一下吗？不要。你今天兴奋了吗？什么意思？なんか日本語で聞かれるとなんか日本語じゃないか、タピーさんに聞かれるとなんしてもいいっすってなるんだけど。什么？那一段居然剪掉，姐姐出来面对，居然剪掉，我要写信，哈哈哈哈，笑死。你有看剧成那样，以为你有跟姐姐交代呀、啊？完全没有，好不好？姐姐真的太不懂了。完全没有啊，我从来没有要求公司说哎，帮我剪掉或是什么帮我剪进去之类的，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过。真的是有听到衣柜深处传来的女仆装的呼哎，没有哎、欸、那好像被麻薯吃掉了。那复刻一下怎么样？女仆没有必要。妈友都没有去施压，没有啊，完全没有，也来剪掉。那我先不按赞，笑死。这段要放会员的吧？可能几个月会员一遍会有吧？啊，有可能哦。那让妈说穿女仆装好了，原来是会员的部分，有可能是会员的部分呢、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是给姐姐拍了，妹妹看的部分，有可能哦。墨姬，你在干嘛？我讲了，我讲，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好可爱啊，墨姬。毛巾哥，嗨，妈咪，外面有人在吵架，有听到吗？有听到吗？まだ配信はなかった。なんだよそれは。週末にハザーファイアを楽しみ。楽しみます。ありがとう。这么好看的，果然是什么？果然是放会员吧。这么怎么说？原来是会员呐、啊！我先原谅姐姐，没听到哎、欸。吃瓜吃瓜，吵架。对呀、啊，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来，我听到了一个五个字。哎，来，你看，听到了吗？一个男生的声音，好可怕，好可怕！不要生气啦。下雨天比较容易那个，楼下音乐会是没有女仆嘛，要上去了。哦，那我穿女仆装去楼下好不好？那不要骂脏话了，好不好？又是脏话去。但是不是我昨天讲的？妈有上面六的日系女仆这一段应该要放在六段里面，必要拜托不要，拜托不要。有一个字，我来猜猜看是什么。人家在练习上头学了人台词了，是这样子，好像五个镜子都出来了。我好期待昨天录的哦，好期待哦，好开心哦。女仆麻友症，这五个字吗？哎，我刚刚一直听到啪啪啪，哎，他们到底在干嘛？很可怕，下雨天不要生气了。めいちゃんはいつまで放送中ですか？何が放送中なの？播出会不会被逼掉啊？应该会被逼掉啊，一定会被逼掉啊！我直接长出来了、欸，我真的是直接长出来，我就说啊，那个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呢？我直接长出来，一定会被逼的，一定会被逼。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哎，バカ野郎かな？あ、バカ野郎的なやつ。可以，阿 Ken 又要说麻油，你学会？对呀、啊，我昨天做了一个很美味的东西给他吃，就是我昨天也有自己做一个东西给就是现场的艺人们吃，然后呢，他们觉得很不好吃，好伤心哦，好伤心哦。然后 Ken 哥就说，麻油究竟有没有真的学坏了？对。然后 Ken 哥觉得我学坏了，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很好吃啊！
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好不好？我是我的亲手料理耶，我认真觉得超好吃，结果大家都说不好吃，而且是吃到有点就是吞不下去的那种，啊，真是的。可不好吃可以给我吃吗？就是我们一起期待首播。对，我昨天有吃东西，也有做东西给他们吃。没有手工饼干是好吃的，又奇怪。不好吃的那就给我吃。没有这样开到几点？哦，在两分钟而已。你先练习过，我是平常都有在做的东西。好像入ってく、入っててください。でもタピさんは絶対好きだと思うけどな。我是平常都在吃的啊，今天一个小时，哪有一个小时而已，我今天是一个半小时啊，可不可以让我喂，可不可以，欸，可不可以让我替你喂轻小料理喂饱你的心。そろそろ TikTok 見る。なんで TikTok なの？真是浪费了，应该给麻油饭吃。不会是纳豆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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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可以什么？哦哦，我刚刚唱歌，对，哈哈，开心。对啊，大家都不喜欢信仰姐立冬哥都不喜欢，然后有一个艺人是吃到我做的东西然后就哭出来，什么意思？他真的是哭出来，他就是被吓到了，不知道哭了，都不知道哭了，太久没公演。对啊，为什么感动到哭吗？还是怎样？他的意思应该是难吃到哭，但是我的亲手料理，然后他就哭出来，真没礼貌呢，也太感动，超好笑，他真的是泛泪，眼睛都缓缓红红的。好啦，难吃的哭，难吃到哭，对啊。你是不是演跟谈那种照？没有，麻油笑笑的怎么样？麻油笑笑的没那么可怕的料理，吓到哭。怎么？哎，我吃到麻油亲手料理，我也会哭，感动到哭，是不是放了洋葱？没有，你有没有？没有，有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我平常都在吃的东西，我以为大家会喜欢，结果大家都不喜欢，真是的。好啦，我们一起期待首播啦。超难过，我真一定会，一定有，一定会看到我很无奈的脸。谢谢林文龙，谢谢你的百事可乐。好，我很喜欢的。玛雅的婚纱，谢谢毛巾哥。这次下次的公演，超市粉丝会不会很不可以？有可能呢，不可以，不要做，不要做。那我不知道这次的公演可不可以耶，因为我们就是毕竟就是什么接下来的行程都满满的，所以我想说是会不会这次的公演也会被取消，我真的很害怕，因为现在疫情也没有降温，所以其实如果我今天是公司的话，我可能会先取消一次，然后再就是好好的举办接下来的活动，如果我今天是我公司的老板的话啦。但是我也是不知道，哎，六院的公演已经没有了，哎，真的吗？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六院的公演已经没有了，是不是？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六月拍嘛，快站稳了再忍一下，是真的没有了是不是？原来六月的没有了，真的哦，真的没有了吗？没有时间了，下个星期都忙了，我怎么不知道合照会完就生日会，是这样子啊？哎呀，我都不知道哎，天哪，哎呀，是这样子啊，好吧，但是没关系，我们活动真的是很多，真的是很多，不用担心看不到我们，真的可以看得到。有种东西叫做平日公演哦，但是平日大家有在上课上班呀，对不对？好啦，那我今天就要念东西，念板罗，生日会延期之后就知道没有了。
OK， 好，今天的第十名是 Obi Wan， 今天的第九名小霞，今天的第八名 Jack， 今天的第七名福福猫，今天的第六名 Hanetan。もう諸事情はあるけど、ちょっと運営気合足りなくない？他の国もっとコロナひどいけど。ね、今天的第五名吴宇，谢谢。今天的第四名郑怡，谢谢。今天的第三名 Donald， 谢谢。今天第二名小吴，谢谢。今天的第一名 Kix， 谢谢。まあアイドル活動やってるよ。そうだよね。でも多分ね、一番怖い状況は、その会社からして一番怖い状況は、これから本当にいろんな方あの活動があるのね。でそれは多分まだみんなに公開してないだけで、本当にいろんな活動があるのね。で多分その活動、多分ね、多分ね、その活動は本当に1回きりだから、公演みたいにその毎回毎月毎月あるようなものじゃない可能性があるから、その多分その1回1回のコンサートに向けて、コンサートじゃないわ、活動に向けて、なんか多分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多分コロナになってほしくないのみんなに多分そういうことなんだと思う。やる気はね多分ねあるんだよ会社も。でもねと、なんか多分それでね、こんなにコロナが、いや本当に会社って大変だと思うよ。あのね、コロナがこんなになんかいっぱいあって、もしそれでイベントをしました、でイベントした結果あのメンバーがコロナ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たら怒られるのは会社だし、でコロナが原因でそのイベントを中止にしました、延期にしました、でもやっぱり怒られるのは会社だし、いや本当に会社って大変だなって最近思うんです。だから皆さん、もし、はい、もうコロナになってたじゃん。そうなんだよな。だから多分もっといろんなあのメンバーがコロナ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っていう考慮もいろいろあるんだと思う。だからね、皆さんもね、ちょっとね、大きな心を持って、あの私たち、はい、に、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みんな大変なんだよきっと。でもね、私たちもね、みんなね、会社もね、みんなね、ファンの皆さんもね、いっぱいねイベント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はもちろんのことだし、イベントがあるからこそ AKB48 だし、だからなんかそういうのは、はい、そういうのは分かってるんですよ。ちゃんとみんなに会いたいんだよ私たちも。だから一緒に頑張ろう、イエイイエイ。ということで今日は終わります。バイバーイ。